大家好，我是西半的宇珍，今天来到会沙湾和大家介绍一个三房一厅的海景单位。贝沙湾位于薄扶林，邻近数码港，生活设施齐全，区内设有大型商场、国际学校、五星级的酒店，生活相当便利。另外，屋苑拥有优质管理、星级会所设施，包括私人酒窖、阅读室、池畔餐厅、室内运动场、游泳池等等，是港岛南一个备受欢迎的大型屋苑。今次要介绍的单位位于二期八座高层 A 室，实用面积是1376尺，为三房一套加工人套。大门将单位一分为二，一面是大厅和睡房，另外一边就是厨房和工人房了。厨房呈长形的设计，拥有明窗，采光十足，设施齐全。厨房的后面是一个工作平台，可以用作清洗晒晾的地方。经过工作平台，就可以来到工人套房。出返去大厅，离远已经可以见到一望无际的海景。饭厅的外面就是大露台，露台的视野非常辽阔。进入返大厅的中间，可以见到条走廊。走廊的第一间是客用洗手间，洗手间采用环保的企缸设计。洗手间的旁边是一个小小的收纳空间。收纳柜的旁边就是睡房，睡房望向翠绿的山景以及远处的楼景。而且同样设置了很大的收纳柜。对面的另外一间睡房就望向无敌的海景。走廊的尽头就是主人套房，一进入门口就可以见到主人浴室，主人浴室设有浴缸，宽敞明亮。浴室的外面设置了一排的收纳柜，即使是这样仍然可以设置到 queen size 的床。这么优质的单位是不是很心动呢？